怎样？多少？嘘。2000。20。20。20，太好了！哥，20个人来攻城啊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就是个侦察队。 左路离王不是一般的蛮夷啊！现在拍马屁抬走，等漠北大军进城，来拍。也是。快上去了呀！才300个兵啊！200个。那漠北大军呢？20000。天哪！那你们还不赶紧投降？只能漠北大军身经凶残，男人为奴，女人为娼的。 那你快上去防守啊！快去啊！
来吧。马柔。到。晚上吃什么？什么？老三啊。那边有什么？还不打？小峰，来，走吧，我搬上来了。三百步，直上西南风，重在风力。到底打不打？别急。那边有什么？准备。一百五十步，放箭！放！下边的听好了，此乃大汉神剑，夺此剑者必有一失！哈哈哈哈！不要听到俘虏传讯。肾脏要不要加个菜给我们犒劳一下？行，樊荣，咱也别老三样了，今天换个新三样。上哪儿整什么新三样啊？钱钱呢？钱呢？有了大汉神这招，就算他来天十万人有什么用啊？这种方法用一次还可退敌，第二次只能靠我派杜鲁力王的马匹求饶喽。那怎么办？哎，你们真的能向天借箭吗？这箭矢涂着炎灵，剧毒易燃。哎，对了，你到底是何人呢？我只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。我家里人都已经被漠北大军杀害了，他们要我嫁给单于，我拼死不从就逃出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耿儿，找一个地方，大家先休息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进去。这娘们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，大敌当前，先不理他。滚蛋！带着弟弟收集溪水，囤在城内。囤多少？有多少囤多少，要快。好，咱来。张峰，在向百姓收集粮食，将所有粮食分成五个粮仓囤在城内。啊，还有。从即日起，禁止百姓饮用溪水，所有用水，每家每户按人头配给。好。那我干点什么呀？弄点香火吧。这是什么办法？都死啊！烧香、吃饭、等援军。此敌纵然万里，一去一回把兵，尸体都没了，这不跟等死一样吗？要我看，不如一一办，给他们干到底。七爷，哎，朝廷可有音讯？已经连续派了三个人，还未收到任何音讯。再等等，援军会到的。启禀陛下，漠北大军20000兵马入侵西域，围困疏勒城，玉门正中，恳请驰援。已过数月，为何现在才报？启禀陛下，陛下刚刚登基，前有国丧大礼，后有登基大典，故而暂未启奏。陛下，耿公平300将士，
抵御漠北大军已数月，恳请陛下发兵救援，保护西域百姓，以扬我大汉威名。包大人，你也知疏勒城仅存兵300，抵抗漠北20000大军已月余，怎么会有人生存？是啊，包大人，陛下刚登基不久，百废待兴，朝廷现在正是用人用钱之时，此去开销巨大，得不偿失啊。西域乃我大汉疆域，耿恭布阵为大汉守疆，朝廷岂能弃之不顾？鲍大人，就算耿恭布仍存，从玉门关发兵也必须翻过天山天险，中途还要遭受漠北骑兵的侵扰，仅这一路恐怕就要折损1000余人，这些牺牲的士兵就没有父母亲人，他们就不是为大汉牺牲吗？鲍大人，为了那可能已经成为尸首的300士卒，值吗？王，今日我们为何撤军？我们20000大军何惧他几百悍匪？我了解耿恭，他并非莽夫，况且今日军心已乱，强攻是会牺牲太多兄弟。我们何时再战？不急，即使那耿恭再善战，不久他定会投降的。又嫌我？听闻你今日被区区百人击退啊，看来单于的担心不无道理嘛。他担心你攻不下疏勒城，特令我前来督阵。这疏勒城啊，乃是大汉要塞，你一个人独战，单于不安心呢。啊！王，我们攻城，功劳他们拿走一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在东方的时候，听过一句话：将军最不惧怕的就是打仗牺牲，最怕的就是后方。大家排好队，收队！收队！哥，你多久没给家里写信了？上次娘说家里养了几头猪，现在应该快下崽了。上次娘还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？等打完漠北大军，我们就回去。那我们还回得去吗？回得去，一定回得去。说吧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只是一个弱女子，家人都被杀。我是车迟国公主古丽夏提。你是车迟的公主？对啊，车迟国现在已经投降于漠北了，但我不想嫁到漠北去，所以我就逃出来了。如今也的确没地方可去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信你可以看我的配印，你看，你看。我说你怎么不想娶我呢？哎，范荣，范荣，王，请喝酒。哎，右贤王。日都在紫薇城等候，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啊！你准备什么时候攻城啊？我军奋战疲惫，不宜评估，应该整顿大军。区区小城，
你都不能速战速决，汉贼还以为我漠北大军都如你般懦弱胆小。你说什么？大姑妈，我。是监军，我会如实向单于禀报所有军情。哼，王怎么办？我有一计，可不费兵卒，速战速决。这城里的粮草也就能撑上俩月了，用不了那么久，左鲁烈王就会有所行动了，加紧驻防吧。你说咱们这次能赢吗？能赢啊，肯定能赢。对，我说咱们这次也能赢。我想过了，咱们赢了以后啊，我就再养他几十匹好马，然后把我那马轿都装满他。啊，你是不是要把范柔娶了，把孩子也生了？那时候我应该已经战死沙场了。你开玩笑呢？咱一块来的，咱得一块回去啊！吓死我了！啊，毒毒，心里有毒。漠北大军果然切断水源，心内偷毒，有的百姓也喝了。立即停止屯水，召集所有百姓，城内挖井掘水。是是，走走。哥，你把妹怎么着了？啊，你得给我说清楚，是怎么回事？是。你嚷什么呀？你到底对我妹做了什么？很日苦，什么都不跟说。误会，误会也不行啊！耿公，你和我一起出生入死，和我们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？你妹妹那性格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整个疏勒城，谁敢欺负她呀？反正她受委屈了，必须马上跟她道歉，然后娶她。胡闹！现在大军围城，断水断粮，我哪有心思谈婚论嫁呀？我才不管！说正事，你帮我找些人去。去了。哎，大人，什么来路？回大人，这三人是最凶狠的贼寇，专门在沙漠打劫来往的商队。那个壮汉叫林奎，力大无穷，杀人不眨眼。边上那个瘦子颇懂一些烟火之计，据传说还曾经一个人烧了一座城。最里边那个身手灵活，脚力无比，这要是关不住，那可就出大乱子了。你说说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跟那个耿公真的没什么。鬼才信你！千真万确，你能不能先把这把刀拿开啊？你说的最好是真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跟耿公青梅竹马，眼下就要成婚了。这个时候，谁敢拦我，我就杀谁。这种乱世，你们也想着结婚？成了婚，我们就能共赴黄泉，下辈子也能在一起了。天哪，心真大。所以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听见没有？耿公，你干嘛呢？没事儿。我们俩玩呢，啊，没事就好。现在形势危机，
我也顾不上你们，你们两个人互相照应一点。好，那没问题，一定的，是吧？放心吧，一定会的。报，将军，范将军叫你速去比武场。知道了。各位，咱们开门见山，现如今漠北大军兵临城下，我给你们两条路选。第一，继续待在牢里，等我打走了漠北大军，该杀的杀，该斩的斩。第二条路，追随我耿恭抵御外敌，是想千古留名，还是遗臭万年，你们自己选。说得好听，外面有两万漠北大军，就凭你们这几个兵，想打赢人家，做梦！说是让我们戴罪立功，实际上还不是让我们去送死。就是对啊，就是啊，把我们当傻子吗？就是。那这样，我身后就是大门，你们谁有本事从这门里出去，我就免了谁的罪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这怎么行？放心吧。你说话算话，嘿！谢将军相救，说了吧。将军果然好功夫，我兄弟三个服了。从今往后，愿听将军差遣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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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，你们不相信我们能够抵抗城外的漠北大军，但是你们可以相信我耿恭。我既然能守住这个小门，我就能守住疏洛城的大门。只要有我大汉将士在，我绝不让任何一个敌人通过城门，伤害这城中百姓。好，好，好！你说的好，你说的好，你说的好，将军，好，好，好，将军，好，好，好，将军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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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到底了，陈泽叔。公公，他肯定是喜欢上那个人炮公主了。哎，不可能！哎呀，妹妹啊，你看，这个呢是补下体，这个呢是你，是男人都喜欢这个呀。你不帮我，你还取笑我，你取笑我，我不活了。哎，哎，好妹妹，哎，你是我妹妹，我是你亲哥，哥有办法。阿柔，你站住！你哥不是说你找我有事吗？你觉不觉得最近舒乐城的天气有点热呀？哎，看到那月亮没？哎，我娘子跟我说啊，反正我们在这边也没什么事儿干，唯一能看的就是这月亮。我就想象她陪我一起看，看同一个月亮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一样，这样就不会孤单了。哎，你是把我当娘子啊？哎，别乱说啊！哎，这月亮上怎么那么多红点啊？这是祥瑞啊！祥瑞个屁呀！快报告将军，所有戒备！不会啊，那个现在正值隆冬，我没觉得热呀。怎么觉得这么热？对了，你要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别走，你别走！哎，你走，我喊飞脸。敢！飞脸，飞脸，飞脸，飞脸！能不能不闹？我没有闹。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去我方便啊？现在正值漠北大军围城，儿女私情，日后再说呗。日后再说，日后再说。你倒是什么事啊？大事。快散开！储存的水救我！储存不多，火灭了，水没了。快走，快走！陈毅，救我！伟大士兵，随我上城楼，反抗漠北大军！快，这边，往这边走！快，跟上！快快快！跟上，跟上！快，快走！快！耿公，大城里现在已经没水可用了吧？你多虑了，我城里的井水根本用不完，你就是围上三年都够喝。耿公，看好了！喂，有没有水？你自己还不清楚吗？哼，好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来投降。哈哈哈哈哈！走。水已经没了，而且粮草被烧了，估计也就不到三日了。
给我拿来！拿来！现在囤水也没了，提水又不能喝，让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是啊，我们投降吧，在这里也是死。对啊，我才不愿意死在这儿呢。行了，你们冲出去也是死。就算你们愿意给漠北大军做奴隶，那你们愿意看到自己的妻女任人侮辱吗？喝的水都不放过了，人都没得喝了，养他们水，总比放他们血强吧？啊？那我们能出去吗？你们都喜欢问我这个，我应该怎么回答呀？说能，我自己都不信。但是不管怎么着，你们跟着我来了，我得给你们带回去。你们守了多久了？你来之前有半年多了吧？有经验，明知道守不住，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走啊？我走了，他们怎么办？200多个弟兄跟着我走了几千里过来，家里都有老人和孩子等着呢，还有这全城的百姓，我走了，他们就没有领头的了。看不出来你还是个英雄呢。拉倒吧，换你，你也这么选。借我块布。你为什么不撕你自己的？不没用，吃不了。我这皮甲还留着吃呢。你干嘛？我倒能喝。你来点儿。我渴死都不要。那你就渴死吧。死了的是懦夫，活着才难呢。别放弃，能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，等援军到了就好了。人都没水喝，你怎么还给马喝呢？如果他不喝的话，咱们还有的喝吗？你看看。挖了这么多，一滴水都没有。妈妈，什么时候才能来水啊？快了。孩子们喝吧。你都多少天没喝水了？不要命了？听话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漠北使者，他们来干嘛？让他们走。让他们进来。等等我！我将军投降，左路离王承诺，当封将军为白乌王，其以女子，将军已不必在此守护。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进来吗？别跟他废话了，他们做了，我得让你死得明白。将军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大汉的疆土，永不可分割。你有何资格封我为王啊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大汉将士在，你们休想伤害任何一个百姓。开了，走。将军，将军，好了，走了。等等，等等。将军，我要去向车叔伯要粮药水。现在疏勒城被漠北大军包围，你怎么出得去啊？如果不去，我们在这里就是等死。只要有办法能让疏勒城的百姓能多活一天，就多一分希望。现在整座城被漠北大军围得死死的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你怎么出去啊？我试试。
停！这儿我跑最快，交给我。那不行。别说了，我换上使者的衣服走，再晚漠北大军就该起疑心了。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父王看到这个，一定会派兵相助的。师兄，等回家了，把这封信交给我娘子，告诉她，这儿的月亮和老家的一样大，我天天看。我派去的使者被你们杀了，多是你的失误啊！不只是杀了，我们还喝干了他的血，吃尽了他的肉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你死一百次、一万次，也抵不过我一个兄弟的命。我要让你们知道，不光你们会吃人肉。我们也会。哎！
我坚持不下去了，我们投降吧。哥，不行，再坚持下去，我们家就要断子绝孙。你要爹妈怎么办？知道你说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说了什么？我投降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回家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回家。你做孙，你做孙，我要回家。做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你知不知道你说了什么？将军，你消消气。你知不知道你说了什么？我给将军道歉。滚！我错了吗？现在城外有两万漠北大军，我们就这么点人，根本守不住的。你总说朝廷会派人来救我们，这么久了，朝廷根本就不会来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你放我回家吧！将军，你放我回家吧！将军，将军，你放我回家吧！将军。将军，哎，你放开我！将军，他还小，他才16岁，跟耿安一样大。不提大臣，扰乱军心。将军，将军！将军，杨峰，别乱扰，喝马去。将军，马不能杀，如果杀了马，我们还怎么突围？杀！为什么扣16啊？死的人多了，记不住，扣个16，我就能想起他来。你看那个，上面刻了个饼，以前这小子就爱吃饼，结果城被围了，没得吃了，他就把皮带煮了吃，活活噎死。刻个饼，我能记住他。那你为什么非要杀死他？我杀了他，死得更多。可你这样做，不是让自己心里更难受吗？这么多人跟着我，结果死了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欠他们的，刻下来，我能记住。以后他们要是变成鬼来找我，我也对得上号。那要是有一天我死了，你刻什么？刻不了。为什么刻不了？我得撕你前头。可我也想，你能这么记着我。你可别，这地方一围城，
不用多长时间，克死他样也就算了，死了连个正经埋尸体的地儿都没有，太不是人了。他们应该不会白死的吧？等援军到了，我们就回家。哎，对了，白柔，昨天做了个梦，你看我梦见谁了？谁呀？梦见我娘了。我就梦见我娘这头发全都白了。我娘拉着我手跟我说：“儿啊，你啥时候回家呀？娘想你了。”我娘说，她等不了我了，她得走了。我就想，哪怕我能回去送送我娘，也行啊。可现在就被围在这城里，我连我娘是不是还活着？我不知道，不孝啊，不孝！咱们肯定能回去的。哥，这甲怎么吃啊？咽都咽不下去。你别把它当成是甲，你就当是咱娘做的红烧羊肉。红烧羊肉，好长时间都没吃了，我都忘记是什么味道了。啊，对呀，程大，你给我们讲讲红烧羊肉到底是啥味儿啊？是啊，哥，说说。对，不是，说说，说说，说说吧。说说。好，我跟大家聊聊啊。俺娘的红烧羊肉那是一绝。一盆热水，羊肉放进去，焯掉血沫，焯，加点水，锅盖一焖，等一会儿，再等一会儿，好了。我说不酸，非常好吃，真香。我先尝一罐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哎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就是这个味儿。不是我说，你们这些没良心的，是忘了我老三样啥味儿了是吧？对呀，我妹的老三样最好吃，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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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。咱别忘了，咱这球是不是可以来个烧酒啊？那得喝呀，那得喝。来，干了，干了。哎呀，这肉也吃了，我也喝了。这样，咱唱首歌高兴高兴。好，大哥。哎，边塞风沙边的慌，星河伴我入梦乡，乡中没有月老光，只有家中百米香，大汉将士守城墙。若是今夜酒中闻，莫为劝子过独伤，但寒枝自为我闻，不知何道断我肠，为
年蓝雾吹更长，把酒与浮沉夕阳，壮士不回首边防，葫芦横刀我一枪，莫名里马不切慌，黄沙入无怀赴战场。将军，你们三人是我从狱中钦点的大将，出于何种目的我一直没说。将军但说无妨。左路离王先用使者动摇我方军心，又用秦义计将，加上城外寂静，今夜很有可能伺机攻城。我们先发制人，今夜你们三人随我去烧了漠北大军的粮仓。什么？百姓恐怕撑不下去了，必须冒死险。如果成功，也许可以暂时退敌。有几成把握？没有把握，很有可能回不来。去或不去，自愿。吾等受将军大恩，愿把命交于将军。愿把命交于将军。好，我随他们去。范强，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去。范强，我有更重要的任务给你。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吗？你们三人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发。是，不，输了城里可以没有我范强，但是不能没有你耿恭。200多个士兵需要你，输了城里的百姓更需要你，所以你必须得留下来。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去送死。如果我回不来，照顾好妹妹。不出将军所料，漠北大军果然选择今晚夜袭。死守城门！范荣，守城以后绝不能让一个敌人进城。放箭！
3000人马，分别于明晨甲时、午时、亥时进攻疏勒城。记住，只要疏勒城紧急迎战，你就率兵撤退。好，明白。荒唐！要万精兵，攻数百之众，已经吃了败仗。两日，你只要给我两日，我必拿下疏勒城。不必了，单于已经让你交出军权，疏勒城由我来攻。疏勒城即将攻下了，岂有此理！只能怪你无能。如果是我，一次强攻就拿下了，哪怕死伤惨重，也在所不惜嘛！啊，你看那是我的兵。亏你进战多年总兵，成王败寇，战争是为了赢，
是战争就会死人，人死只有等死。明天拿下疏勒城，我会将单于擒罪。将军，你说发现的密道通到哪里？陈南，把所有人召集起来。各位，今日漠北大军将发动最后一次攻击，所有百姓从地道撤离，由古力下提带领前往车师国。家子将军也要去试试，遇到追兵怎么办？就你们这几个兵，能打住漠北大军吗？我留下来，我和你们一起战斗。反正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送我一个。娘，把玉儿照顾好。我也去。送我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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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加入战斗。送我一个，送我一个，送我一个，你不能去。送我一个，我也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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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古力下帝，百姓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个给你，保平安，一定要活下来。樊柔，你也去。我不去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我陪着你，等我哥回来。活下去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你看看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，所有人的牺牲都是为了他们，你要保护好他们，知道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带着你哥去找你。出发。醒酒，我们还是要喝。第一碗酒，我敬兄弟们，一年来，随着我耿固，守在这疏勒城，半步未退。都说漠北大军百战不败，你们怕过吗？没有。他们赢过吗？没有。今天他们一样得给我干，干，干！第二碗酒罚我自己。太原，哎，听说当爹了，有这事没？有。你看他开心的，我是真他娘的替你小子高兴吗？太原，对不住你，我干了。
我离开了没办法什么证实，但是我跟了将军这辈子值了。干！三万九，我替这骗子老臣睁眼看看这殿下人是怎么活的。我替他弟，他是我大汉的徒弟，只要我能一息尚存，必寸步不让。众将相，在大汉的儿，顶天立地，生死不惧。顶天立地，生死不惧。干！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想和你死在一块。
本宫投降吧。兄弟们，我能投降？不能！我听不见，绝不投降。这我就没办法。杀！以少数兵力驻守孤城，抵御漠北大军。凿山开井，引尿石甲，正是奉了大汉朝廷的号令。如今漠北大军入侵，倘若再不发兵救援，大汉还有何面目面对天下百姓？朝廷又有何面目面对浴血将士？外族在侵犯我大汉疆土，杀害我大汉子民时，还有谁愿为守疆土、为民捐躯呀？传令下去，犯我强汉者，虽远必诛；反我大汉子民，虽远必救。天子有令，犯我强汉者，虽远必诛；反我大汉子民，虽远必救。驾！率兵撤退！王，这是命令，撤！撤！撤！定会替我卷土重来。犯我大汉者，誓死诛之！
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玉门关中郎将郑重来书函了。公以单兵守孤城，等漠北大军数万之众，连月余年，心力困尽，凿山为井，竹甲为粮，处于万死无一生之望，前后杀伤仇虏数百千之，请于十三将士，足全中原，不为大汉之功之皆矣，故今未有。庄师长。